NBA 劳资双方昨日二日就新工会协议达成一致，待各球队老板和球员投票后正式成立。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对谈判结果感到满意。金州勇士队的德雷蒙德·格林今天在社交网站上表达了自己的不满。球员又输了，格林说，这是一个真正的摇头。处于中间和底部的球队不花钱，因为他们不想，他们想输。增加他们花钱的能力有什么意义？这是我们的交易吗？急着吃完，真是摇头。从来没有见过有人拿着能让整台机器运转的资产去牌桌，每次都输。我有很多话要说，我估计会在播客里。我很期待，我很快就会谈我的诚意是交易，结果是垃圾。格林在社交网站上继续说道。事后，格林与网友进行了一番较量，包括在被网友指出自己赚够了钱后，他表示，我很确定我的胜利是有根据的。有网友表示要抵制余下的赛季，别再玩了。对此，他强调，伙计，我打了11个赛季，受害的是那些年轻球员，还有那些还没有进入联盟的球员。此前传闻指出 NBA 希望在新的劳资协议中加入一个不可逾越的硬工资帽，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，但据悉新协议将对顶级支出球队进行更多限制。此外，新协议的重点还包括赛季中期比赛的举办。据今日媒体报道，季中冠军球队每名球员将获得$500,000的奖金。对此，格林表示，我们一开始说的100万呢，少了50万。更多 TSNA 精彩报告，七上神队的宝拉出手三分廖健富，抓住机会 Angel Rendon 因抢夺球迷球衣被调查中止，或最快明年恢复单球赛季，各队达成积极共识，春游必备。